有说法，有说法。我知道你可能不信我，没关系。我不是很信你，拜拜。我们保持一点距离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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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我们去找一个人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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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哎，怎么说？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又是一个鹈鹕？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三哥，我受不了了，保持距离，保持距离。三哥，装别追，装装，三哥，别追，别追，三三，装装装，很像，还边跑，很像，装的很像。演技满分，装的太像了，你怎么还给我演技满分死了？找到人了，是人吗？行、啊，哎，演技满分，走走走，喂喂喂，你圈圈，你要不要唱首歌炸他一下？哎，这里有碗面，唱唱唱歌炸他一下，唱首歌可以，看周围有没有。好，说我来一首，我来一首，DJ， 哎，可以 DJ 可以，如果我是 DJ 可以炸他一声 ，OK， 不给他听听这个。看他能不能被刀掉，他被刀掉就舒服了。是 DJ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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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。如果我是 DJ， 是 DJ， 是 DJ， 科长也被刺了。是 DJ， 三百六十五天，没有一天可以放个假。来向前第二次，今年的 party 我最大，我最大，一起来好吗？要，我是午夜 DJ， 坏了，坏了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开饭了，为什么开饭呀？我没看错的话，大萌也看到了，西恩直接一口炫掉了一个人，我这个直接头掀了，我听西恩怎么说？ OK。在我这的视角里，黑皮我拿命保他这一轮，因为最后的那口面是他喂的。啊，我只能说这么多。那你要看到先吃了辣，那就听一下你们后面的发言。过。我也听到大家好多人在那儿往出走，然后说先吃了，对吧？那就直接看先狡辩呗。最后一个那个刀的任务。哦，这里大魔发言。西安当时我们在喂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小温和修可爱吧在左边，我站在那里，我喂完以后，然后后面好像是怂狼局，怂狼局，他怎么连续三把狼啊？吃了，吃了以后直接他又是狼，直接跑。我们追他连续三把他，这什么几率啊？没得说，就出西安，好吧？听西安怎么解释，他就是那个鹈鹕过，我死出他。我同伤。啊，西安铁鹈鹕了，那你这出来送的是吧？那肯定就是票他，对吧？然后过了。啊，好，那全票把西安先出掉吧，好吧？然后再提供一个线索，就是其实场上还死了人，然后我觉得连续四把狼啊，看到刁德秀一直在单走啊，连续三把，啊、也很奇怪，所以可以下一波注意一下刁德秀的行为，好吧？啊，过。西安发言，没得聊了。大的号啊，你们。全票的人都出我，出我，我扛推，你们可以出我，游戏结束，不，修可爱和鹈鹕这把命保小温啊，小温绝对没问题。然后旁边的是有大魔，然后小温喂了一个，两个人一刀都不出。然后就我没有热狗，我是陪着小温的。这个时候大家进来喂了，然后就听到说先吃人的，那这把的话就是小温和大魔。估计我是会保他们。那这把先吃，大家看到他吃了的话，你直接票他啊！过。如果我是 DJ， DJ， 鹈鹕要弃票。DJ， 拒绝，没了。让你吃，哎，轮你吃，开了局就吃，吃的这么多。把我一个呆呆鸟也吃了，没办法呀，开局就吃，这不吃后面吃，那肯定后面吃啊，鹈鹕肯定后面吃啊。王老师，你都走了，为什么又遇见我了呀？什么？我怕刀我，我刀你？就是你都走了，开局你走了，我怕你是狼刀我，然后就必须把你吃了，而且又单走，然后我就，想到了一个问题，再吃一个，吃了个三三陪你，可以，
原来是这样的吧？我晕了，正唱的嗨呢，被打断了。也是，说正我也在那边嗨呢。你这种鹈鹕就是低端鹈鹕。低端鹈鹕。高端鹈鹕都是要抱团。啊抱团，然后混吃的，你知道吧？混吃的，要先把狼混出去，然后最后再开饭。对。哦。那我上了。那懂了，懂了。你这种就是落单，看到人就吃，胡吃海吃。对，很容易被发现。对，很容易被发现的。你这种就因为你把这个当做肉鸽爽油是吧？你搁这里。乱吃。因为狼肯定。干嘛就说他是出去你知道吧，对，你走了狼就是变成全场最猛的了。对，你前期的鹈鹕你要混入好人当中，然后让好人信任你。对，你要先让狼人是的。但是有一次我就是这样做的，我有一次这样做的结果他们第一个就出我。那肯定是个意外。你先不知道，还不如狂吃一波。你的演技不够过关，说明你没有获取他们的信任。哎，我们现在阵亡了，做任务有用吗？没用，有用。哦，我待在没用，没用，没用。我们死了之后，任务变成伪造的了，就是。啊？啊？那怎么没报警？哦，他专业杀手。专业杀手杀大杀大。如果我是 DJ， 新界鹅。啊，这把怂狼局啊，开局鹈鹕一个人杀了三个，两个狼都没动，都没动刀，太怂了。狼打的太怂了。做任务，这把跟我没关系，我是好人。我也是好人。被吃了，魏仙这个。大胃王吃了。嗯哼。看一下，找一下这个秀才，看他有没有。我想知道到底是哪个怂狼，还不杀。秀才加大魔，你看这两个人在干嘛？捞得一哦，这两个人在礼堂这边。秀才跟大魔在对话，在聊天。为什么要这么玩？等人来吗？守株待兔。他们要双刀，双刀，一人刀一个。再等一波 CD， 无敌。一人刀一个没。他们双刀其实就已经赢了，就能配合好就能赢。啊，对。现在是五个人嘛？除了他们倒了。我活。再刀一个。哎呀！哦，好好。说实话，这把赢纯，这把赢真的是靠鹈鹕。我觉得是靠鹈鹕，上来三杀，鹈鹕乱刺，开局三杀，乱刺。我的吃了直接吃了好多人，我的天！我被王大谋杀了，没拍案。没想到我专业杀手呀，你加拿大鹅，我专业。我哎，大谋，你连续三把狼了吧？专业杀手啊。四把了，你这把再我受不了，我这把上来就找你。我觉得你不可能再是狼。我建议下把直接出。对，我绝对不可能。你这把再是狼的话，真的只有万分之一。我给你刷个超级大火箭，你拿到狼，啊，行，你拿到狼，我给你，你可以自爆。我给你超级大火箭。对，我用我20年单身换你，王大宝，到时候分我100。行 ，OK， 行，我开。你这把能连续连续四把了，你再来一把，我给你来个超级大火箭。